十字路口车辆来来往往，白色休旅车左转后，后方跟着一辆白色轿车，但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白色轿车旋转360度，而黑色轿车则飞了出去。从另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，白色轿车转弯时疑似没注意到右侧车辆正朝它开过来，结果两车相撞。黑色轿车冲撞工地铁皮围篱，钣金凹陷，引擎外露。白色轿车更恐怖，车头全毁，右轮都被撞到变形，地上全是玻璃碎片。白色自小客车可能是 A 柱有遮挡视线的问题，是唯一后置左转。类似车祸也发生在新北市板桥，汽车驾驶准备回转，突然间撞到人了，乘客大声尖叫，现场惨不忍睹，机车骑士遭撞，安全帽都滚到一边。车祸发生前，当时号志是绿灯，允许车辆直行，但这个路口禁止左转。你在转弯之前，请你记得车速一定要慢下来，慢下来，然后记得一定要先看，如果你是左回转，你一定要先看右边，如果你会被挡住，所谓的 A 柱挡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转头动作。我们一般上左回转时，首先 A 柱最容易挡到对向来车，再来是回转到一半时，则是 B 柱最容易产生死角。从驾驶座视野看出去，其实左右 A 柱转弯时都会挡到视线，但右边 A 柱距离驾驶较远，相对视野更窄，所以得靠镜子辅助。为了安全，无论转弯或者回转，除了放慢速度，还要小心再小心。记者张燕硕、张世奎、张若愚，新北市报道。